真情是啥物？咸甜酸苦涩，五种的气味。哥啊，问一声小姑娘，淡情是啥物？步数要安怎定？伊爱钱，你毋免，三岁就是少年，五岁六甲几，七皮八面烂，九强十甲死，你要用什么宝，拢随在你。小姑娘，你敢有遇到好对象？若是问我无路用，找阮是大去参详。小姑娘，淡情是啥物？相逢小房间，如意滴着水。请问小姑娘，打七啊步数要安怎变？伊爱钱，你毋免，三岁就是少年。小姑娘，你敢有遇到好对象？若是问我无路用，找阮是大去参详。安尼都老熟啦。无法度，我今年三岁岁。不听话。小姑娘。迄啰打七啊步数要安怎变？伊爱钱，你毋免，三岁阁是少年，五岁六甲几，七皮八面烂，九强十甲死，啊你要用什么宝，拢随在你。小姑娘，你敢有遇到好对象？若是问我无路用，找阮是大去参详。我，安尼我懂。甲你讲，我今年十八岁，豆腐唔通我白食。